向心咪會知咧。港鐵東鐵線啊，咪用緊十二卡車嘅，由呢一日開，由呢一日之後咧，假定講呢一日左右啊，十二卡車營運，假定講因為東鐵線過一段金鐘會展站，最多只有九卡嘅月台，我唔記得八卡定九卡。如果十二卡車係得嘅，容納唔到。所以就由今天開始，由聽日開始咧，即係呢日最咧，十二家先 last 一日，又係勁多人追影相。佢用嘅應該係用嗰啲韓國製嗰啲車。就覺得一百五六部嘅，我嗰陣 plan 好咧。由東涌啊，行過一路，後屘先發覺唔得。假如果可能我驚呢、這個，我驚東港城去到，我兜咗個圈去到呢、這個，差唔多係時候機場嗰條橋嗰度咧，經過嗰度咧，後屘兜一個大圈，跟住後屘入到地庫嗰度，發覺我行錯路，原來咧。在某一個位置有一個入口呢，前就是之後條路，海濱那條路，而海濱那條路旁邊隔離呢，就是東涌線路軌。假如說出咗隧道之後，嗰條路軌就係海旁嗰度。我真我都有影相，不過都係嗰啲相冇咗。我都喺海濱嗰度影咗張相。海濱公園嗰度，我影嗰個方向係港珠澳大橋嗰度。港珠澳大橋嗰陣係未通車，假如果嗰陣都仲起緊，雖然有橋喺度，不過多一句，港珠澳大橋喺一百年十月廿五，亦十月廿五號通車㗎，好似。咁我嗰陣我去到五月幾，後屘去到中間，去到遠啲有個位咧，已經係盡頭，假如講喺個單車徑落到去第二個位去上山，跟住我經過橋底又有條魚啊，唔使講。經過另一邊已經入到去地庫嘅範圍，後屘有個外籍嘅員工咧就拋我走，跟住我知道條路講翻，原來佢有個地庫喺度去唔到啊，所以我哋要翻去船上，下一次冇可能可以。一個嚟冇嘢，二嚟都冇夠，你都一路打 BF 都係自己一個玩。呢張相我諗翻起，叔叔比較熟。不過依家都咯，我都係我跑一個大圈，經過天過個陸在廊嗰個位置都見唔到，其實依家咁巧嘅。死
死夫啊，真係唔掂咗。喂，姑姑。先揾，係啊，即係講起有問題一個，就先講講完事先。同埋就我自己嘅話咧，嗰、那個法國佬冇玩，兩個飛機佬打到十零歲點鍾意手機啊兩個，得我自己嘅玩係。我有一鋪貨倉單，十一攞一個，但係我啲 AI K 三加埋啫，加埋 AB 三百。最多啊！你可以睇翻最尾個彎，作為之地八分鐘完場。我係啊，去到依家咧，我諗翻起秀茂坪消失案同黨啊。簡單嚟講，呢、這個消失案咧，以前咧，咁你可以睇翻嗰個電影《三成群》，即係改版啦，即係唔係真嘅。佢即係嗰個故事係真實，但係只不過係拍劇啫。關於咧，1997年秀茂坪佢一單同黨消失案嘅，秀茂坪嗰度，秀茂坪村，一班同黨成日都蝦個智障嘅清潔工啊，阿三叔啊，甚死者阿雞啊嚇。有雞因為背叛嗰班同黨，跟住俾成班同黨去虐待嘛，最終就虐待致死之後燒咗條屍啊嘛。後屘嗰個三叔咧，佢去醫院個求助啊，即係佢知道咗個雞死咗之後咧，爆曬大鑊出嚟，跟住後屘有十一男三女俾人拉咗，街門14至到17歲。有四個人，即係嗰個廿話族霸王啊！其餘嗰三個都終身監禁。我記得佢哋好似即係其餘嗰十個人咪坐好似25年之後，1997年加廿五咪就係2022年咧。依家放監，我諗緊依家放監咧，有啲嘅諗翻起自己，佢哋坐佢哋放監，諗翻起25年前做啲咩嘢，消失喎，四個就坐到瓜柴，其餘嗰啲就出翻嚟啦，已經今年應該出翻嚟，冇記錯嘅話，做25年啊。發現到60年前嘅麥當勞薯條，冇異味，但係好脆，滑，照樣喺度食。簡單嚟講，美國咧有一個即係個人咧，咪裝修個沖涼房嘅，無意中喺工場入邊有個窿咧，發現到有一包用布冚住嘅。未食完嘅麥當勞薯條，原來係60年前嘅麥當勞薯條。哇！擺喺度咁耐，我估認真應該封曬塵，應該係唔食得。一食落口即刻就肚屙嘅。起碼60年前嘅麥當勞嘅 logo 勁經典。但係唔係喎，薯條唔係一個鐘頭之後淋曬咩？點解60年之後就覺得好脆嘅？唔通好似嗰啲叫做膠囊保存到60年之後，仲係可以食嗰種？